Namaste，大家好，我是瑜伽提斯老师唐又欣。瑜伽提斯是结合了传统的养生功法和现代的医疗运动。我非常感谢这个运动，我真的因为它受惠了很多，包括小时候我原本是学舞蹈的，有很多的舞蹈伤害，甚至在18岁那一年，我的医生就跟我说，20岁就要坐轮椅。那我好好的练习，因为这样子我的身体变得完全的健康。甚至我在怀孕的过程，像我是要教很多的孕妇瑜伽，怀孕的过程我也非常的顺利，那我宝宝也是很好的，很快速的就生出来，所以孕妇瑜伽真的帮助了很多，很开心想想学的邀请，让我在这个平台可以跟你做很多的课程分享，包括从脊椎的疗愈，或者是舒缓的瑜伽、保健养生，甚至从孕妇的瑜伽、产后的瘦身，甚至亲子的课程，有很多系列的课程都会在这个平台跟你呈现。希望你跟着我一起练习，让我们的身心灵一起合一。Namaste。